咱们把这个出入口让一下，各位。韩松韵。这好可爱啊！对他演过什么？演过《甄嬛传》吗？演过。嗯。《甄嬛传》里边的那个纯贵人，叫那个纯儿，叫甄嬛。不用问他那么多骗我，不用问他骗我，来，走吧，我们去大草原。骑马唱歌看牛羊，走吧，我们去大海边，追逐大脑晒太阳。等一下，等我化妆戴耳环洗头发，穿上白球鞋大 T 恤大裤衩。